相声四门功课，对，坑蒙拐骗啊！不，等等，我都弄好了，不是，都别解释了啊！说学逗唱，改了，没改，压根儿没人通知我呀啊！没有，一直就是这个说学逗唱，对，这四门，这四门没有20年你下不来，这得下功夫。首先说这个说啊，那个嘴里得干净，得清楚，无论您坐在哪儿啊，每一个字儿出来送到您的耳朵里，哎，让您听斟酌，不允许贪污任何一个字，吃字没有，有这么几句话，嗯，花200钱买一小猪，哦，滋儿滋儿喝水，胳膊胳膊吃豆，嗯，接着墙头扔出去，滋儿的一声，您猜怎么着？嗯，死了，嘿，真是清楚，啊，嗯，都能听，干净。啊，你嘴里有毛病，说得了这个吗？不行吗？花200钱买小揪，啊，摘摘喝水，嘎巴嘎巴切肉，是接墙头影出去，纸儿一声，你才枕着，枕着湿了。哎呀哈，这撒气漏风，这不行，干不了这个。对了，咬舌、见舌、大舌头、结语，啊，都说不了相声。嘴里的毛病，结语就是结巴。对呀，啊。结巴当然能治，对，你治好了之前说不了相声也不行啊。你别说说相声，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刚刚才最后一响，北京时间，哎，这7点，你看表8点半了，嗨呀。